草根菩提，环保走透透。阿坤啊，我今麦来到这个所在，观众朋友，你敢知这是倒位嘞？这叫做金山第一城。啥那叫做第一城嘞？因为早期啊，咱若金山要去后山开垦的时阵，一定要经过中央山脉八通关古道去到后山开垦。相信观众朋友一定知影讲后山是倒位。就是花莲台东的那方面，所以阿芬现在站这个地方就是金山第一城德山。因为呢，在清朝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南投地区最早开发的地方。淑娟师姐跟我约在这，她说有很重要的事要找我呢。啊，她来以前，因为现在防疫期间，所以口罩还是要戴好。淑娟师姐，你好。嗨，阿芬师姐，你好。啊，你找我来什么代志啊？欢迎你来到阮德山。嗯，你敢知影，找你来当然嘛有重要任务，因为啊，就是希望讲吼，你会当来试一下阮德山的料理，然后啊，会当食好到小补，甲阮德山的料理会讲予大家知。哦，就是甲伊推广出去就对啦。是啦，但是啊，伫咧要享用这个大餐之前啊，我先来考阿芬啊，你一个问题。好。你敢知影啥？这东北有三宝。东北三宝就是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啊。答对了，但是我请问你，你敢知影阮德山冇三宝？哈，德山冇三宝？对啊。哪三宝啊？这个先卖个关子，等一下你就会知。现在呢，今日吼为着要欢迎阿芬啊，还有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，阮的志工朋友呢，有先准备一场表演呢，要来献给大家哦。哦，安尼咱就赶紧来看表演，再来了解什么是德山的三宝。蓝蓝的蓝天多么亮，唤醒着我和你。蓝天希望每一个人有一副好身体。白白的白云飘向晚，唤醒着我。身心有活力，有动力，有耐力，旺盛的精神有毅力。好快乐，好欢喜哦！那哪位身体健康啊？爱安那做嘞？多运动，多运动，还够嘞？多吃素，没错，就是多。多吃素，对不对？淑娟师姐，你有跟我讲，咱第三宝三宝呢，是多三宝啊？头一宝是啥？番薯。番薯。第二宝嘞？竹笋。笋。第三嘞？榴莲。哇，这都是咱第三的三宝啊！是啊，所以啊，若来到咱第三，一定要好好啊，吃一个咱第三的料理。安尼才袂入宝山，空手而回。咱吼，咱这大家吼，唔是干那德啊有名哦，德笋料理搁较有名，这是咱的第一步。搁再来呢，你敢捌听过呢？嘉庆君游台湾哦，我捌咯。嘉庆君游台湾，番薯好食，免大条。对，是，所以嘛有人叫。第三番薯叫做皇帝薯。哦，第二宝啊，第三宝。第三宝，你看，德山，德山，唔是干那德，还佫有山，对无？啊，阮遮的山呢，气候非常适合种茶，所以阮遮的乌龙茶啊，是常常得到迄高山茶冠军哦。咱今日吼有请到咱竹山和气区哈三位料理高手，啊，要来荷花大显身手来招待阿芬啊。阿芬啊，真正足有口福的啦。好，阿吉甲咱介绍一下。咱即马头一位哈，就要来欢迎咱的双刀流高手林白师姐。林白师姐，林白师姐你好，竹山师姐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来来来来来。想哪叫做双刀师姐啊？咱林白师姐因刀敬孙呐，所以吼挂孙爱用啥？镰刀对不？对。啊，再来料理爱用啥？菜刀，所以是双刀流高手。今仔日要为阮带来什么好吃的料理嘞？林白师姐啊，今日为咱准备的料理哈，就是节节高升，真味双笋。哦，节节高升，真味双笋。啊，有啥物迄个材料嘞？
哦，这一口笋，一口笋，一口笋的意思就是拄啊好，安尼一嘴食的，安尼才细几蕊白哈。哦，好好。啊，若要煮汤，就是爱这这大滴，哇，这足足水的，圆圆圆，这来煮汤，这若要买，爱买这种的较有吧。哦，这较。哦，啊，搁这才叫节笋。这是摩的笋，这是六七月啊。 六月甲八月中间的笋啊，这是摩的笋有无？啊，咱要做做凉笋，六七月遐啊，笋啊足济啊，就用。这笋啊用做笋瓜，用做酒笋，啊，搁用做菜笋。好好好。啊，首先咱要安怎来做？首先，咱先来先来从开花，开花进行讲。来先搁啊，油油油油先。恁是做笋啊，有啥物撇步啊？ 竹笋啊，就是咱这是要搞卤的对吧？是。啊，这就先搞啊，先浸香。哦，是恁要卤物件的时阵啊，嘛是爱先甲料炒过。嘿，这先搞先浸香，啊，等下先搞起，先搞浸香的时阵，啊搞起啊，笋啊这样用这油来甲炒炒来有啊。哦哦，我即马敢那找到这个撇步呢。安尼，啊这，逐项笋啊拢是冷水煮，敢那即种笋啊吼。 冻笋啊，就是爱用滚水。所以咱大概若咧食卤的物件吼，我即摆已经找到撇步啊，就是原来这个料拢必须爱先甲炒，互迄个香开出来，啊再落去卤，吼再入味，是毋是安尼意思？嘿，对。伊吼虽然做农啊，真无闲啊，但是伊拢也找时间出来做主席哦。啊，因兜吼住伫山顶，啊，若拄着风台天吼，因兜的门拢无咧锁的哦。 是啊，那讲风台天，恁兜的门无咧锁，人风台天风雨遮尔大，一定爱甲门讲门窗拢爱甲锁锁起来啊。因为好无台风的时阵啊吼，啊土石流拢流落会平遐去啊，遐人拢走起来，甲阮兜，啊因为规暝拢风雨足大，啊门锁掉的啊门口的啊一堆人拢伫遐拢袂得入来，拢无听的。到有听到的时阵吼，天烧甲拍雨光的时阵起来讲，啊嗨啊！ 迄门铃铃啊开啊，一堆人足大堆伫遐，拢袂得入来，卡紧来开门，关大饼啊门啊，啊看有啥物菜啊，摕摕来煮煮互因食。所以恁兜的地形遐是较悬呐。嘿嘿嘿。哦，人若拄着的时阵，都爱紧去哩啊。啊，所以你开始就拢无锁门啊。嘿，即个老风台要来就毋敢锁门啊。风台无来，你有锁无？风台无来有锁来。哦，所以连看天气锁门就对啦。有时啊嘛无啥哩锁来，因为也无啥风头，就讲阮兜。 阮算上看，敢迄台电视较简单尔，无啥。其实上简单咧，倒位你知道，就咧遮啦。你个人上简单啦，电视看无你个简单啦，是啥呢？电视较简单尔，爱搬遐，都搬。啊，是啊，那拄则迄个师姐讲你是上刀啊，连刀菜刀啊。有咧，迄菜刀毛加刀咧，加刀加不刀啦吼。啊，迄菜刀切菜啦，啊，这是爱用骨力骨啦。因为因兜吼，因兜有种葡萄，啊，佮有种竹笋。 啊，所以哈，咱加多加葡萄，啊，若嘿，若要割竹笋啊，就爱用镰刀下。镰刀啊，哦，镰刀对啦。即个换即个换迄个换生化双醇，好。嘿，是啥物？油。这是油，这是迄橄榄油。橄榄油。这要用凉笋的，就是爱用这橄榄油。橄榄油。但是橄榄油用咧预热吗？一点点都不紧，紧吼。对嘛，较紧学起来哦。哦，咱才会晓做。 每一项物件拢爱先家欠芳一下。哦，还是那个比较芳的，你有闻到无？你这笋啊，爱先撒生啊。这笋啊，就是这种笋啊，就是爱用冷水撒，啊，咱这拄则是撒撒这个，这撒好的有无？对。撒好了，豆瓣酱，诶，豆瓣酱。哦，豆瓣酱。到时就豆瓣酱吼。咱若过年时啊，大家厝内一定有啥物？这个竹笋，对不对？竹笋，对。 啊，再放一点盐巴，吼，放一点仔盐，较袂较有小可入味。嗯，放一点香油。啊，搁用一点香油。吼，这就两分。香油。安尼，这搅拌这三只个，这搅拌好啊。这当放偌久啊？这哦，你较放个冰箱哦，用迄保鲜盒底起来放差不多一个月外紧。安尼就好啊。安尼会用的啊，吼。安尼就好。好，来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咱先把这个成品吼，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吼。 其实呢，阿芬啊，拄啊来吼，想讲这是啥？这是米肠啊，对无？嗯。其实这不是米肠啊，这是一口笋哦。好，安尼。过年得三哦，上侪人买。这一斤啊，六七百块嘞。哇。一斤啊，七百。嗯。较贵哦。对啊。
所以冬天就是出这两种笋啊，一个是一口笋，啊，一个是这种的，这拢同同的啦，同款的啦，冬笋啦，啊，洗出来都大只的，细只的呢。啊，因为林白师姐你拄啊吼，一开始你有甲观众朋友教讲，啥物笋好食，就是哎，咱拣的时阵，冬天拣笋啊，都要拣这较圆的哦，爱记的哦，较圆较袂干哦，吼，吼，安尼咱今仔日吼，真感恩林白师姐带来这个料理是啥物名呢？节节高升，真味双笋。哦，感恩林白师姐，谢谢，感恩。食竹笋，祝福大家节节高升，予恁全家伙啊拢顺顺顺。但是啊，咱袂用个来个竹笋，干那食一项笋啊，对无？抓落来要介绍这项啊，嘛甲竹啊有关系料理哦。第二位的料理师傅对无？是啦，即马咱就来欢迎咱竹山联络处的总部师香鸡大管家姚林阿桑师姐。阿桑师姐。谢谢阿桑师姐，安尼你今仔日带来什么料理？素香竹筒 Q 饭。嗯，素香竹筒 Q 饭啊，对，准备的材料有啥嘞？有那个糯米，嗯，还有香菇，嗯，素火腿，还有粽叶，还有竹筒，竹筒，还有藏瓜。所以咱咧煮这个时阵啊，主要是迄、那个，伊是不是咱普通时咧食迄种油饭嘞？不是，是准备加咩啦？啊，我有给掺一下咱迄煮饭的迄红奶米，给掺一下，吃了伊较袂艰苦，吼，不是专煮米，啊，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竹筒饭内底吼，上盖重要就是烫米，烫米的秘诀就是爱把米浸四点钟，啊，再来用个迄滚水给拖，拖的时阵吼，就是拖到咱家看暗有无，安尼有小块露露，啊，伊内底有在滚，安尼就可以了。但是你煮的米有两种嘞，一种是尖头的煮米，啊，一种是圆头，咱普通时食的米啊。啊，这两种米拢爱浸四点钟吗？是，拢家人做伙浸。啊，材料用完了后嘞，咱这个竹筒啊，我真好奇，摊出咱食饭的碗是不是食饱，啊，迄碗洗洗，搁用个重复使用。啊，这竹筒甲袂用的。阿芬，你敢知影咱这竹筒内底有一个膜啊？有。啊，所以咱若吹的时阵啊，拔起了后，迄个膜啊，就缀伫饭的遐。所以你搁吹的时阵，内底就无迄个膜啊，嘿。哦，所以竹筒饭好食，就是食迄个膜啊，迄个开，迄个盘开，对不对？对对。这是不是甲咱咧包迄个粽叶同款的意思？就是咱包落啊，参像咱食粽的时阵，嘛是食这个粽叶的旁边，对不对？是。哦，一样的道理啦。对。嗯。啊，参像咱咧吹爱吹偌久啊？我甲伊吹一点钟。用用的好，给它入入的，要给它放好，吹一点钟。这要创啥？你给它白个这安尼，有无？安尼，安尼。哦。安尼，啊，再给它冻嘞。给它白起来。用这个白起来吗？这米拢入不好时，冻冻啊扎。啊，我会用这支上面咱这擀面棍吼，给它冻冻的扎扎。哦，啊，用得满吗？免八分甜就好。哦，八分甜。安尼。为啥我用得满？较有面。伊会。会爆，会膨胀，膨胀，还要有留一个空间。这就跟他说，跟咱改吃饭要吃几分饱啊？八分饱。两分呢？祝人好啊！艺术的对啊，对啊，概念的银幕节的名家的对啊，一定会成功的啦。是。阿双师姐，我听讲你是已经做阿妈的人，佫足无用的呢。是啊。哪有时间头来这做环保，还佫做相机啊？阮家吼有一个足好的宝。就是阮老公，伊拢甲我关出来煮者，是，哈，伊唔爱甲我讲我做煮者唔好，伊干来讲你爱
注意身体。对，他今天也有来。有啊，哎，我记得以前姚先生嘛，在跟咱做环保呢，我跟他做久无看到伊来做环保。有，以前他有在做，做了四年。哦，啊，就是伊的手拢一过关啊，过敏，啊，就都拢会烂，啊，所以他就没来了。哦，但是今仔日有来到咱的现场，咱来观众朋友来，啊，搁有咱现场的志工来，给伊拍拍手，好不？哎，姚先生。一高掌柜，师兄高掌柜，师兄在咱家做环保做瓦古四年，不是在这里做，在那个旧的地方，旧的地方哦，我们有两个地方，他有都有去过，都有做哈，对，所以师兄那时候是做一楼，他开关啊，盖关啊，很厉害，他很认真做。最感恩的是我们家的姚先生，伊拢好啊，来出来做慈济，东伯给他做懂，还有呢，最感恩我们的那个相机志工。每一次那个像我们长照，都是我那些志工来帮我的忙，我很感恩他们。哇，真的非常感恩大家哦！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已经有把这个竹筒饭已经先做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看一下来，做出来的成品就是这样了。那这个如果做出来，它冷了以后，要安那个微波用修嘞，无法多着。不用，那现在如果你隔天冰在冰箱才在蒸，啊，如果不用就这样吃，很 Q， 零零够卡 Q。哦，零零加够卡好吃。对。哦，啊，今天你嘛真感恩师兄哈，感恩阿姨，感恩我们的香气志工哈，大家的支持，我们阿双师姐才让大家这么的有口福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感恩。咱们介绍第三道料理啊的高手是贵夫人，欢迎我们竹山的贵夫人简宝玉师姐。哦，宝玉师姐，宝玉师姐，我有认识，我之前吼来第三哦走透透的时阵，就是伊带我设计的食啦，对唔？啊，佮传好食的料理给我吃。哎，是讲这么多年无来，你哪会改做贵夫人？是因为剩足济吼，食千变烦恼啊，是安那？是做贵夫人。对呀。哦，原来是做贵高手贵啦，贵夫人啦。对啦，因为阮宝玉师姐手艺足好诶，爱真够做贵，啊，所以就真济人就改叫做贵夫人。哦好，啊，咱贵。夫人今天要穿什么料理嘞？什么名？福慧双修竹笋包。哦，好好听的名字哦，福慧双修竹笋包。对，好，好，安尼咱首先爱先做什么动作嘞？咱首先哈，先油倒落去。哎，好，油，我先倒的是油哈。是不是赶快来擦料啊？对。先加料，加爆香哈，这油热了哈，来香菇加下落去。香菇，嘿，香菇加下落去哈。啊，过来这个炖肉哈，这是素食的哦，不是粗的哦。好，啊，过来这素肉夹，哈，素肉夹，素肉夹，啊，咱这个炒菜哈，啊，过来皮丝，哎，炒嘛济哦，皮丝，哎呀，皮丝，啊，你皮丝炒，啊，过来上重要的是这菜脯，哦，把菜脯那个炒香哦，好。啊，咱这个就啊，这嘞，这袂，这个就先盐哈，哦，盐，盐，少许，啊，胡椒，胡椒，啊，卡拉拉嘞哈，啊，一点点酱油，酱油一点点，啊，你切这旁的哦，这就是要包的竹笋包啊，的内底迄个馅啦，啊，咱这个炒炒嘞哈，啊，你就嚼啊，对不？哎，有影嘞，香味拢出来啊，咱这个就往身那个下落呀哈。啊，我那个炒炒嘞哈。贵夫人，不好意思姐，啊，你别问你啊，餐厨咱煮这有啥物秘诀不？啊，我这个哈，这就是主要哈，咱料拢爱穿较好诶哈。啊，咱炒伊较炒香起，变好看热一丝哈，啊，炒起香。上人讲哈，咱得煮就是蘸料啊，甲包起，咱煮香煮者甲包做伙。嗯，同心协力。啊，这锁哈，就是咱。
持续事业哈，啊，咱哈大家一心一致，核心是志，啊，该绑在一起哈，啊，生生世世对上人家，啊，信愿行，啊，来行这个菩萨道。啊，所以讲上人我爱你啦吼，啊我吼，诶，这个最后一口气吼，哎，啊做主持了，我都无后悔啦。哇，我们的宝玉师姐真的很有法，对不对哈？她不止说啊来做香积人，跟大家结好人缘以外，她还很入法哦，哈，对不对？哈，火力公追哈，上游啊，这个时候上人也期许我们大家可以万众一心啦。对，来阿叔哈，我直接比较差这啊哈，就是这个差好啊，啊香喷喷。我今日哈要来个包哦。好，是讲两行用诶，咱斗阵吗？嘛是会用诶，对无？无，未用，未用诶吼。对对对，味无同，无同。这颜色也显不出来。诶，汉字就是咱撒好诶时阵安尼哈，啊再来两分哈。好。剩咧白斩安尼哈，安尼，斩安尼哈。师姐，我之前来甲你采访的时阵，我会记得恁师兄啊，敢那有做一挂碟啊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啊，阮先生吼，把我老碟留伫遮吼，佫会当摕来咱竹山遮应用。底下七支就是阮先生留落来的店啊，就是咱那个竹山环保教育站那七支对吧？啊，那是记住记住啊，真的是很感动哎，也很感恩啊。你先生留给你最好的就是德，对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再给我成品啊哈，来给大家看下，这就是福慧双修竹笋包。我们今天很感恩宝玉师姐带来这么好吃的料理，谢谢她。真感恩淑娟师姐，还有三位香积菩萨传这么赞的料理哦，真正足有口福的呢。上林吼有讲过哦，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哦，一秒钟有2443只的动物，因为呢，咱人要甲食，所以呢，这动物就全安尼失去哦，消失去哦。诶，无包括水来收的，一年有700多亿的动物，因为咱的口腹之欲吼而消失而上升哦吼。啊，所以阿辉阿要请问你，咱若要爱护生命，要安怎做咧？多吃素。对。啊，若是保护地球咧？做好。感恩大家吼，安尼这么捧场哦，吼，草根菩提环保走透透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